由著名的 Simpson Hart Architect 設計，名發展商 Selby 打造。 Victoria House 屹立在曼切斯特 Piccadilly 中央街區之上，優雅不凡。項目坐落於 Piccadilly Central， 是一個發展潛力無限的新社區，受惠於即將投入服務的高鐵二號線 High Speed Rail Express 2， 鐵路網絡可達 London 和 Birmingham 等不同地區。區內亦正進行多項千億基建項目，勢必引起樓價大升。項目距離被 Time Out 網站評為全球最嚴格社區之一的 Ankles 僅5分鐘路程，區內坐擁不少著名食肆、咖啡店、米芝蓮星級餐廳。由項目出發步行5分鐘即達綠線交匯的 Piccadilly 火車站，鄰近全新高鐵站 Manchester Piccadilly HS2 Station， 預計最快於2026年起逐步投入服務，屆時曼城和其他城市的火車車程將大大縮減，只需要5分鐘車程即可到達頂尖學府曼切斯特大學。區內亦有免費巴士連接到主要火車站、購物區和商業區，非常方便。Victoria House 項目樓高25層，單位採用落地玻璃設計，獨特雅致的天台花園可以360度飽覽曼切斯特醉人景色。項目配備酒店級會所、健身室和共享辦公空間給住客使用，提供一房、兩房和三房單位以供選擇。預計竣工日期為2024年第二個季度，擁有250年業權，售價由206258英鎊起。隨住高鐵二號線即將落成，位於曼切斯特市中心的 Victoria House 絕對是難得一遇的投資黃金機會。